电台是给万林生的，给他送电台的人进城的时候被抓了。万林生没办法，又着急用，就通过国防部的关系找到我。我让人给他送去了一部美国产的，那是个好东西啊。谁送你的？就是被你们打死的余泽。另一部电台呢？余泽把电台临时借给了我们的另一名特勤。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哪个部门。他们两个以前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他这个同学有代号吗？余泽说，代号是025。进。白队长，我有个事要找你说。又怀疑谁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疑神疑鬼不对啊？没有，政治警觉性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素质。那就好。延安时期我当过保卫干事，那个时候敌人往延安渗透的很厉害。主席在没去西柏坡之前住在富平的城南庄，地址被潜伏的特务泄露了。敌人派了3架飞机轰炸，炸弹直接落在主席住的院子里，要不是警卫战士反应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啊，这特务比国民党正规军更可恨。城南庄的事情我也知道，问题是出在司令部小食堂的司务长刘从文的身上。保定解放后，保卫部门查阅了敌伪档案，才发现他早就被策反了。所以啊，这种事情不能在我们这儿再发生，我们内部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等等，喂，我们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我明白你的心情，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我拟了份单子，你看看。这上面的人啊，我会挨个测试调查的，每次办案我带一个人去现场测试。昨天晚上我测试了第一个。齐拉拉？对，这小子根本没那么简单。我知道他到局里一直很努力，而且还救过你的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同志。可昨天晚上那一枪是真的有问题。每次打靶训练他都勉强及格，可昨天晚上那一枪也太准了，正中心脏，黑灯瞎火的，要是没经过特殊训练，怎么会枪法那么准？而且余泽和齐拉拉还是熟人，之前在保定的时候就熟悉，这就对了呀。余泽是025电台的联络人，是他把电台送给了025。我们这段时间一直调查025电台，刚有点重要线索，余泽这一死，所有的线索全断了。所以你怀疑齐拉拉在杀人灭口？你不是常说在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所有人都值得怀疑吗？可以啊，老郝，你现在越来越像样了。对了，白亮，这事儿啊，先别跟老盛说，他跟齐拉拉关系一直不错，我相信他的党性，他的原则，但是他又喜欢江湖义气，我担心啊。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能够拿出实际的证据。哦，还有个事儿，我麻烦你一下。你说。你帮我弄清楚前几年齐拉拉在保定究竟干过什么，我不相信他只是混混那么简单，我再去现场看看。给你的药还是要坚持涂抹，能缓清你的疼痛。另外，东塘的路太远了，还是少去几次吧。我没事儿，上帝会保佑我。
这次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我们在西边投入很多，不容有失。知道了。督导组那边出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过是个机会。 死灭了！宗相峰突然发现，也许暂时留着齐兰拉，可能会对自己更加有利。 侯处长，我是又犯什么错误了吗？你说呢？没有啊。余泽的事情跟你说一下，弹道专家给出结论了，子弹是从你的后上方飞过来的。
越过你击中余泽，也就是说凶手要杀余泽灭口。那我那枪打哪儿去了？你说呢？那还能打树上？哎，以后好好练练枪法，偏出去一尺还多。是我那枪不好。我那枪是不好吗？干嘛？换换。不过我可跟您说好了，我这枪准星不好，还总卡壳，咱换了就不带后悔的了。分人用。那个谁来着？谁来着？张超，手快摆着的。哦，超，张超。哎呦，鲁爷您来了。这儿呢。您辛苦，您里边请，我给您准备好茶。得嘞，喝不起，少来这一套。说正事儿。上次砸你场子是给你一点教训。怎么着了？这又一个月了，不知道心疼人啊。什么时候还啊？我跟谢善谢大哥说了，哦，再宽限一个月。是吗？啊，我怎么知道这事儿？我就知道到日子收钱。嗨，是你写的不？过一个月是利钱翻一倍，再过一个月。剁一根手指，鲁爷，您别逗啊！我就是个长快板了，您说剁根手指头，我还怎么上台呀？嘿，我还收账了呢，说不出来我怎么混呢？剁他！不是，哎，鲁爷，哥几个，鲁爷，来，鲁爷，你抬下手，鲁爷，哟，鲁爷来了，您待着。哎，不是，杜师娘，我这要剁你家爷们手指头了。老母在上，人都是要死的，有悲壮的死，有卑微的死，有痛苦的死，有幸福的死。痛苦是地狱强加给我们的罪孽，只有忍得痛苦，才能出的罪孽。您是在挽救他，您是他的贵人。我中午不回家吃饭了，我去大表姐家给侄女过生日。我是一句都没听懂，但是这个味儿正。小子，跟这样的女人过日子够你受的，别甚至了，多吗？鲁爷，等等，怎么着，爷们儿？跟我院里见红，忒不给我面子了吧？多爷，您吉祥。上知下派的事儿，这您得跟我大哥谢善聊。怎么说，我跟他也是街坊。缓缓得要那什么来着？猪头三升是吧？对，不就是肉吗？我有。哎。来，少尉，拿一下。哎，那个。哦，
哎呦喂！对呀，对呀，快快快点！张振云，这总可以了吧？您带主，您怎么着？还款是吧？还款，撤！对呀，您都是为了我，您就是我再造的爹娘。行，用不着。小子，你得赔我一条新棉裤，把这给我炖了。哎，左爷，您这，我给您炖了。表姐，表姐，怎么不舒服了？起来吧，菜还没做呢。舅老爷估计就快到了。啊！快去看看你妈！啊！妈！哎呦，超，让你破嘴了啊！哪儿的话呀，今儿多亏了您了。嗨，您说我们家那口子已经这样，我再手指头出点什么事儿，我们这一家子呀就真得把锅吊起来了。按说你这快板在天桥也算是有名号了，应该收入不错呀，怎么混成这样了？谁说不是呢？自打我们这口子信了老母，我这喝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呢。咱就说说这太平道够多少捐吧。各路神仙的生日，各路坛主、点穿师、指引师的生日，还有上香钱、引路钱、功德钱、开荒钱、坛主钱、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经书费、净水费、升仙费，都够编一个贯口了。嘿，好，就这都不算。还得歃血抄经买平安符，得够多少钱才能往里填呢？我们娘子又不登台了，我实在没辙了，才去借的印子钱。哎呀，愚者求福，侠者敛财，凑合着过吧。多爷，多爷，哟，三儿啊，那个，校正行五号出人命案了，组长带人已经去了。叫您也过去，得嘞。哪儿？师娘，师娘你在吗？表姐，表姐死了。好端端的人怎么死了？站那儿。套上。什么玩意儿？保护现场。套上。等。套上。组长，初步检查，死者的伤口在颈前部位，而且右手旁有一把菜刀，符合自杀的一切特征。表面上看，尸体并没有中毒，而且衣服也没有被破损，手脚更没有被捆绑的痕迹，所以初步断定是自杀。自杀？爷们儿，你见过这么自杀的吗？不可能，好端端的怎么会自杀？一定是你们弄错了，畜生，就是这个畜生干的，你们一定得把他抓住，不能让他跑了。你说的是谁？ 他说的是我爸。你爸？他也是个警察。他叫什么？宋六七。就是这个畜生，我闺女跟他要离婚，他不离，他就整天折腾，把我闺女打得浑身都是伤。爸，别动，闺女。
你们这些警察只能官官相护。我闺女是背着孩子的，你们说她是自杀？我告你们去！我告他们去！老人家，老人家，我告他们去！老人家，先别激动，事情还没搞清楚，还没定性，我们不要乱讲话，好吧？你到时候去抓呀！您让我抓谁呀？钟春红的丈夫三六级，是留用警察。我刚才问过了，有人见到三六级回来过。抓他！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去。有人看见你从钟春红家出来，怎么回事啊？钟春红家就是我家，我回自己家还不成吗？您讲不讲理？人家早就把你赶出家门了，到法院起诉要跟你离婚，你还回去干什么呀？说，钟春红是不是你杀的？人绝对不是我杀的，您高看我了。我回去就是想管他要钱，去赌场翻本。我输的都快脱裤子了，钱赢不回来，我不甘心。我的确是中午回去的，我回去的时候他正在睡觉，这败家娘们连门都不锁，睡得跟死狗一样。我想，我要是当面管他要钱，他肯定不给，弄不好我还得啐丫一顿。睡着了正合适，我呀，偷偷摸摸的把钱拿了就走了，他屋门我都没进。你怎么知道钱放哪儿？知道，他有疯病，成天疯疯癫癫的，说有人要杀他，要抢他的钱。他把钱放在鞋盒子里，藏在厨房的房梁上。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他犯疯病的时候早就跟我说了。政府，你把我放了，我拿自己家的钱不犯法呀。上午的时候，钟春红和一起和他做工的女工相约离开工厂，回家晒被子、做午饭，为他的女儿准备生日宴。到中午的时候，钟春红的表妹杜十娘第一个到达现场，发现钟春红已经死了。那我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有收拾好的鱼，有洗好的菜，门窗没有暴力闯入的痕迹，屋里的家具都摆放良好，也没有打斗的痕迹。根据法医的意见呢，因为菜刀上没有检测出除了钟春红以外的人员的痕迹物证，毒物检测未见异常，也未查出乙醇成分，所以法医的意见是自杀。这就简单了，自杀不归咱们管，可以结案了。我同意老好的意见。我还有进步的空间。大家还有异议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就散会吧。散会。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你们看啊，鱼收拾好了，放那儿了；把菜洗好了，放那儿了啊。然后转过身来，抄起菜刀，自己抹了脖子了。不是，这什么道理？这是啊，明显就不对劲，没这么自杀的。还有啊，这个。这就是一笑脸啊！我当时我跟法医我就说，我说哎，爷们儿，您见过这么自杀的吗？乐得跟朵花似的。这不是笑啊，这是面部痉挛。你看，这么大的伤口，很有可能会造成面部肌肉的扭曲。哼，
我呢，反正之前办过一些自杀的案子，见过那个您说那痉挛的那个，那肯定不是这样，这就是一笑脸，这人死了还笑成这样，这你见的死人多还是我见的死人多呀？我在战场上就见过笑着死的。自杀，就是自杀。得了，结案吧，散会。这没用的，给大家笑一个。凭什么？来，一二三，笑。大家觉得这是笑还是扭曲？这是扭曲的笑。你来点正经的。不是正经的，这是笑，就是难看了点。你说啥？哎，你扭曲了，现在是扭曲了啊！白灵同志，来，一二三，笑。这叫扭曲。所以我建议大家先把扭曲和笑这个概念分清楚了，千万不要混淆。你看吧，还是有名人，对不对？上过几次战场，见过点死人，那算什么？破案的得用吗？反啊！你说不是自杀，那谁杀的？那你就得看谁有作案动机，谁有作案时间呗。你不就说哭丧棒吗？哭丧棒我刚审过，不是他杀的。我在厨房房梁上找到了那个装钱的盒子，盒子里钱全没了，房梁上有哭丧棒的手印，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哭丧棒说的是实话，他回了家偷完钱就去了赌场。作案时间有了吧？但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哭丧棒的行为它不符合杀人犯的行为轨迹。哎，你见过有哪一个杀人犯在杀了人之后还能够心安理得的跑到赌场去赌那么长的时间？听听，这叫科学，这叫分析。不是，他们那科学我不懂，但是这哭丧棒我可是太了解了。这孙子要是输急了，赌红了眼，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宗爷，嗯，哎，长阳，咱们在街面上像这样的人，咱可见多了去了。但是我也觉得，白灵同志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又想明白了。晚了！哎，有些阵营不好随便过去的啊。但是他们这阵营有些话还真有点道理。您瞧啊，刚才您说咱这街面上见的这类人多了去了，那都是普通的亡命徒，或者是一混混啊。嗯。哭丧棒不是，好赖不记人家以前是当警察的，他现在杀完人了，杀的还是自个儿老婆。然后就跑到赌场里去了，一坐坐几个小时，他都不想着跑，他不为自个儿后路着想，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哎，来来来，所以你的结论是，反正不像是自杀，一边去。当然，我也不觉得这事儿就是哭丧棒干的，这就涉及到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对这个现场进行一次勘验，重新调查分析。我们得看看，在死者死亡的时间段之内，这个院子里边除了哭丧棒之外，还有什么人进去过？这将成为一个关键。还真有个人去过。现场除了哭丧棒中途回家取过钱，还有个邮递员去过他们家。但据目击者称，这邮递员根本就没进过门，他把信扔进去，转身就走了。信呢？找了没有？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咱们稍等，能解决问题吗？静一静。大爷，这地上这么凉，你跪在这儿干什么？快起来，来。大爷，你说我们官官相护，他三六级是官吗？连赌场里的荷官都不是，他就是个赌徒。不对。他就是警察，他当年他还当过站长呢。你们这些人里头，不少人都是他的同事，你们要护着他。我的闺女，他不是自杀的，他是被张令基害死的。你们的良心，
都被狗吃了。老爷子，老爷子，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谁护着他了，是吧？这共产党的官才来了几天呀，对不对？再说您姑爷什么人品，您心里得有数啊。他是探长，可那都是八百年前的事儿了。他后来因为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早就给开除公职了呀。开除公职不代表官官相护的事实就不存在了吧？来，职务没了，但感情还有，这一点你们不能否认吧？女工钟春红多次向丈夫提出离婚，但每次都遭到丈夫的殴打。钟春红也曾经多次报警，但警察以普通民事纠纷为理由不予理睬，终于导致了今天惨案的发生。这一点你们也不会否认吧？不是我，钟春红死了，桑六吉是最大的嫌疑人，但是现场侦查的很多人都是桑六吉当年的同事和兄弟，这一点你们也不能否认吧？我先麻烦问一下这位同志的姓名和职务。大公报记者，妇女联合会干事，嫌疑。嫌记者。刚才的问题挺好，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说一个人的过去是什么身份，和他现在是不是凶手，这两件事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你不能否认吧？说桑六吉，他过去是警察，还是探长，但就算他过去是警察局局长，也不代表着说现在警察局这个院里的警察官官相护吧？这点你不能否认吧？以个人的臆断和主观的猜测来把这个事情定性，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质疑一个国家的司法，这个和暴力裹挟可是没区别，这三点你都不能否认吧？这位长官，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我闺女她死得屈，她死得惨，你得给我做主啊！老爷子，您的这个冤情我都知道了，啊，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正在调查，一有情况马上通知您。您别着急，我们办案也有个过程，对吧？您放心，我们一有结果，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老爷子，这母头已经给您保证了，您啊，先回家等消息，行吗？行了，大家散了吧，啊，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散了吧。过来。把眼镜摘了。把你眼镜摘了。你什么时候变记者了？还什么干事？这么大事儿你做得来吗？别跟这儿鼓乱。你这是在关心我？对啊，我怕你再折沟里啊。我有那么笨吗？我你不笨，但你岁数小，很多事儿你都看不明白，我怕再出乱。行了行了，我回去写新闻了。你别给我乱写啊！组长，您甭担心。你打工吧，就整点花边新闻的小报，什么明星绯闻、神怪故事，人家逗他玩呢。上海大公报能这么写吗？不是上海大公报，公是功德的公。打响的竹板响连声，您听我唱一唱人民子弟兵。
这子弟兵为人民钢筋铁骨的驻军魂，他们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让百姓过上新生活，毛主席发出动员令，全党全军齐行动，他们和平解放大北平。查那个哟，你们怎么来了？帮你们啊，清扫北平也有我们一份啊。头发也剪了啊？对，跟过去的我告别嘛。大哥，你还不知道呢吧？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已经正式成立了。我们北平民主妇联呢，得争做先锋榜样，解放思想，开展劳动，用实际行动支援北平的建设。不去大公报当记者了，我俩还等着采访呢。什么大公报？早关门了。我现在是民主妇联的特别通讯员，采访嘛，当然是要搞的，不过要先开展劳动。去吧。好，姐妹们，咱们干起来！我们去那边，走。多爷，多爷在吗？在。哟，郑大夫，什么事儿？有件东西想让您给断断，说是宫里的。哟，那您算找对人了。屋里请。好嘞。您这个呀，不看真，啊？不会吧？说是雨儿胡同秦格格府上的乾隆办千叟宴时用过的东西。有，那您得给我长长眼。这秦格格我可知道，老父辈了的妻太。父辈了过世的时候啊，被大太太给轰出去了。不过听说啊，他出去之前确实鬼子了不少好东西。这父辈了呀，祖上在内务府干过，管着御膳房。这乾隆的千叟宴呢，一共办过两回，50一回，70一回，用的都是景德镇官窑的御制瓷。您看这宫里的掌故，还得您多爷来。我们家祖上也就是个游击将军，打我爷爷那辈儿就只能干巡警了，也就您郑大夫还拿我当根葱。虎死不倒架，您辈分在这儿。这瓶子确实是真的啊，确实是景德镇乾隆官窑里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不是这千叟宴上用过的，那就由着他们家人自己说去吧。哎，不对啊，这玩意儿应该是一对儿啊，那只。他说脆了。脆了，哼，不能够。那老娘们儿啊，鬼着呢。又好抽口大烟，那德性啊早散没了。您呐，先抻抻他吧，保不齐另一只啊就让他给藏起来。一段瓶子拆着卖，他想得倒美的。行，就听您多爷的。多爷今天没当班啊？啊，这不缓两天吗？这一阵子不是一直都挺忙的吗？忙啊，这不前儿还到青龙桥当班去了吗？这两天是轮休。你们城里的警察到青龙桥去干什么？都快到香山了吧？说的就是啊，前儿不是说要来一个老大啊，把我们这些警察都抽调过去了，又是抓特务，又是扫雷，可热闹。不是您说我们这些前朝的警察去了能干嘛呀？无非就杵在路边上当旗杆子呗。还要扫雷？啊？哟，那多危险啊！是不是朝阳也在那儿？没有，他有他的事儿，他也忙着呢。哦，行，那我就不打搅您了，您早点休息，改天咱们全聚德。甭客气。留步，我送您。老大要来，什么老大这么重要？连城里的警察都出去扫外围了。香山那边什么动静？
确实来了不少兵在清扫，双星别墅附近都站了岗了，听说劳动大学要迁过来。是不是东门搞混了？老大、劳大、劳动大学呀，我们大惊小怪了吧？我看未必。一个大学迁过来，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杨凡刚现在在哪儿？在八大处一带。他没剩下多少人了，但都是精锐。告诉他，暂时不要行动。通知蝎子，让他到香山去。好。究竟是什么让你心神不宁？是白衣胜雪的青春，或是血气方刚的热忱？曾经因为岁月最初的单纯，有些人你会懂，有些事你会相信。究竟有什么让我心神不宁？是摧枯拉朽的狂风，还是百转千回的命运？曾经因为岁月后来的空洞，有些话不再问，有些事从此惶恐。曾经你很年轻，雪还未冷。曾经我很天真，梦还未醒。当时都太容易被自己感动，一句话没出口，竟泪花翻涌。究竟为了什么，为什么而牺牲？早就该心知肚明，早就该心知肚明，早就该早就该心知肚明。总会厮守。